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八月十五《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是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行政院经发现前，陈忠干被人指控讲，伫咧台南做局长、处长的时阵，涉嫌接受性交太受人乌洗钱，即台南地检署加个起诉。郭文德政治献金介绍风波及风约谈了后，会计师端木正100万交保，加拿木库公司负责人李文官是150万交保。今仔日新北市政府有举办奥运选手的感恩大会甲签名会，另外拜五总统也要接见奥运选手，举办奥运英雄大游行。行政院长兼行政院的前发言人陈忠干被指控讲，伫咧台南市政府做这新闻处长和民政局长的时阵呢，涉嫌接受这酒店业者性交太受人乌洗钱。这专案伫九年前台南地检署分案了后是来签结，不过去年检方重新启动调查，伫咧咧依照贪污罪起诉陈忠干。也那陈忠干是干那用声明来回应，讲专案无新的事情，释放起诉也去到法院证明各个清白。从我担任这个市议员到市政府的服务，啊，从未被这个减掉约谈、侦办、调查。好，人讲过这是性交台前行政院发言人陈忠干，去年亲像火线了后清洗，专案本来应该查无不法事情签结，去年南检重新检查，发现得到法院允准，对陈忠干的手机啊通信监察过程，有部分疑问，迄个时阵认定甲侦查重点无关系，无犯罪疑问。重新检查了后，分析所有甲陈忠干有关的监察疑问，个比对得到资料并询问相关的人员了后，检方认定陈忠干接受性交台各方面犯行，依照涉犯贪污治罪条例解起诉，并且法院判当刑。陈姓被告于担任台南市政府新闻处长及民政局长期间，未能与酒店业者保持距离，贪图性招待而收受不正利益，有害公务员廉洁自持之要求。检方查出，陈忠干在民国101年、102年，在台南市政府期间涉嫌接受酒店业者两届性交台，佮介入警职人员并调案，是听歌手场所并经使用工程案，嘛长期委托酒店业者安排性服务。陈忠干讲，同一个事件无新事情，新证据，台南地检署无故签结的认定该起诉，将来当去法院拍拼证明家己的清白。地检署调查尚未发现涉及刑事不法。为本局将深入调查，若发现有其他违失情事，将从严就办。监察院嘛，捌提案，但是陈忠干却因为审查会投票表决，敢若两票成立，到尾失败，互外界质疑办哪无办得。啊，不过公布这件代志，前立委认为起诉是得先监察院加高检署的催配，只不过高检署是讲，这个案是地检署依照指示分案查明，无限催配的讲法。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看，这民众党主席郭文德政治献金风波，会计师端木正加木库公司负责人李文官洪玉丹了后是交保。郭文德早起表示，那洪玉丹这是真正常的。受访的时阵，伊也讲欢喜看到政府的效率变甲遐尼好，也强调每一条钱的支出拢有凭证。不过，立言也积极讲，郭文德竞选总统期间，伫台南一场的造势活动费用要475万，看起来是不合理的。另外，竞选办公室的餐费也要96万，这部分因也认为有问题。也来讲到这问题呢，民众党也是有解释。这算是会计师的合理条件吗？专庭无讲话，检方则是暗示伊被告身份约谈会计师段木正，木库公司负责人李文官。清早如令段木正200万交保，李文官150万交保，拢限制出境出海，并且挂电子监控设备。不过段木正密报无着，无在条交保改100万交保。另外，检调约谈段木正助理陈维选木库公司过价互爱定了后，认为涉重嫌，已经对证人转做被告。其中陈维选信后无报请回，互爱定50万交保。郭文德表示，那准予约谈安尼真正常，真欢喜政府的效率才好。主席会不会担心被约谈？谈也很正常，也没有什么。如果中华民国政府效益都这么高，我们是很乐见，还是有信心的。因为我们这边这样，每一笔支出都有凭证嘛。要拿支出证据，唔拿一张。另外，这期郭文德选总统期间，在台南一场造势活动，就要475万，并无合理。对此，石路甲尼二公司的负责人戴立玲将公布这报的时，解释讲，475万是规定活动的活动执行费，选举期间办什么活动拢贵。也表示争议事件爆发了后，郭文德把打电话了解过程，并且回信的，也承诺过会全面清查。也表示，那阵民众党内底有任何斗争，
请问牵连到外部的人？910多为什么灌给我？我也很想问啊，我不知道到底是谁，因为现在说是端木正，我都不知道是谁去做的这件事情，所以我昨天有跟检调说，你可不可以赶快查清，然后告诉我们是谁。另外，还有一条96万珍贵的餐费也让人牙空。民众党强调讲，是无设计把110块甲960块两条钱中间唔对变作一条。事实证明，就是一张960，一张110，然后呢，这两张在 key in 的时候被 key 成了960110。key in 的过程当中，就是出现了非常多的误报，也是让我们非常的傻眼。政治现金的争议也探索出政治责任。迄阵做瓜分地竞选总干事的黄珊珊已经请示民众党中央委员，不过党内有声音爱伊是不分区的立委。这个案子已经进入司法调查，然后我们中评会明天也会做相关的讨论。事实真相就是这样，我们就是会静待调查结果，也会尊重党内的处理。瓜分地表示，混乱时卖搁添乱，爱先徛好在解决代志，处分的代志后边再搁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所以要看的这份资料是去年的监察院公布112年度政党政治现金过计报告书，这国民党收入有1.5亿，也那这民进党呢是有1.15亿，唔过开1.41亿，倒赚2500多万。也那讲到民进党去年的收入有8400多万，有中1300多万。唔过这民进党的选务支出，也过好这候选人的竞选费用拢是零。民众党表示讲有协助候选人互选，不过无编相关的预算。总统大选期间，哪里被煽动挖靠政治现金拍选战？刚才15公布112年度政党政治现金的会计报告书。目前因为政党政治假小风波，民众党根据监察院公布，去年收入8427万元，支出7103万元，出来钱是三党上济，啊，够1356567块。按个民众党的选务费用支出，也甲和候选人的竞选费用拢是零，引起关心。比如说我在选台北市，那当然就是地方党部那边配合我这样子。嗯哼，那比如说包括有一些什么像文宣啊，或者他们办活动，我们就顺道就是这样子。嗯，但就是中央党部就是并没有就是拨一笔经费给你吗？特别的，没有没有。民众党是回应，党部有提过提名候选人互选，按国无偏的预算，这个项目唔再是零。那是民进党政治现金的收入有1.15亿，排名第二。虽然总统选赢，却是三党内第唯一负担，还阁无到2587万。国民党收入超过民进党，且当时竞选前阶段是对抗蓝白合，选情较焦灼紧绷。不过民进党还是尽全力投入选举，瓦解他们的政治纷争。监察院资料显示，民进党去年收入1亿1596万元，支出达到1亿4184万元，上济是选务费用6343万元，佮加其他支出，所以结算了后是负2587万5753块。国民党嘅政治现金收入上济，拢总有1亿5256万元。集中伫个人捐赠有1亿120万元，营利事业捐赠收入原来有4995万，扣掉支出，结算还有585896块。国民党面对政治现金，一直以来都是秉持着一贯的原则，就是依法办理，据实以报。而面对每一笔来自人民的支持，我们也都是用最慎重的态度来去使用所有的政治现金。政治现金结算无压，国民党回应，刚刚一个关键都是依法办理，照实申报。部分有出来嘛，是全党共同体谅困难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有一间私立的孤儿中心，和家长指控讲，老师会甲囡仔绑在了椅子顶头2点钟，甚至是甲囡仔骂甲真歹听，甚至这囡仔的身躯顶常常有乌青结血，而且声称讲因为过失已经甲两名人员无限期停业。即马县政府调监视器来看，确认是有违法，也甲这业者评鉴的级数降级以外呢，也要来甲因处罚咯。别个话，幼囡仔无设计跋倒，听甲妈妈吼。不过边仔托幼人员拢用目睭看尔，这过程拢予监视器拍落来。新竹县竹北市一间私立的托幼中心，予家长指控讲不当对待幼囡仔，包含甲囡仔绑伫竹下个囡仔医疗顶面，一工至少2点钟，甲幼稚啊偏伫囡仔头壳顶，搁用烟气来捕捉，囡仔身躯顶也定有乌青。我的小孩就一直在地板上这样一直哭，一直哭，然后哭到他自己睡着了。如果今天我的小孩
倒在地上是因为有其他的状况，那会有人发现吗？控诉的家长十二发现个样了后报警，新竹管府派员到托幼中心稽查，并且调三十天内的监视器画面，而且否认乌青是托幼人员造成。不过坦白讲，照顾幼囡仔甲内部管理有出问题，是安尼两名托幼人员已经随停职改聘，并且向社会处申请无限期的停业。我们的保育人员啊，那这个让孩子坐在帮保椅上的时间过长而且没有有效的去照顾他，我们的管理上也没有如实的去把这个稽查的品质做好。那也确定就是有违反儿少权法的相关规定，寄出重罚。那这个裁罚的部分最高是到60万元。这间托幼中心去年度评鉴，搁予社会处列作优等。官府即马确定业者违反《离校宽法》第49条，会对托幼中心甲托幼人员分别罚60000到60000的罚金，并且公布托幼人员的名姓，也袂当搁做共职业，也降顶做处罚。后续下半点搁有名额的托幼中心协助幼囡仔转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台联董事长詹文生进前也表示，这台北、桃园以北的地区呢，目前未搁再核准提供电荷高 MW 以上的资料中心，所以引起桃园市长张善政的批评。行政院今日就表示，这北部的电确实是不够，因为北部的电力要开发呢，相对是比较较困难。也那双方两位市长也拢呼吁中央，唔通为着要解决这欠电的问题，就牺牲国家整体竞争力。台电董事长詹文生之前讲，桃园以北地区目前未过核准供电户5MW以上的资料中心，呼吁高科技产业到支持电源开发的管区发展，引发桃园市长张善政批评讲，台电讲法甲政府长期讲的无欠地是天差地。北部确实是它整个用电量远超过供电量，我们很希望县市政府经济都能够发展，但是。不能，你只要经济发展，但是电力建设你都不要啊。台电表示，设定5MW这立管标准，会当避免影响民生用电，也确保 AI 产业顺利发展。参照新加坡、韩国、欧盟，也拢采取类似的措施，唔是因为欠电，是为着有效管理高耗能产业对电网的影响。行政院十五说明讲，以全国的角度来看，供电是够的。不过也坦白讲，北部的电力确实无够。因为双北、基隆、桃园几个北部的电力开发较困难，以2023年做例，北部供电甲需求相差大约200亿度。没有错，北部确实现在的电力是不足。2023年北部的用电量是930亿度，好，那发电量只有750亿度，供需之间的差距差不多有200亿度这么多哈。那同一年呢？我们要透过南电北送。或者是中电北送，但世界指出，以区域的角度来看，确实要更加积极开发北部的电源，若无用电会长期无够。即马是采取南电北送、中电北送来应对，并且加强协和电厂转型等计划，也好由地方配合中央电力开发。双北市长也拢向中央发声。稳定的供电是产业发展的基础，中央应该要很务实的面对国家整体能源政策，绝对不要因为。要解决缺电问题而牺牲了产业的发展以及国家整体的竞争力。三座核电厂，还有一座火力发电厂。你甲讲新北市欠电，让我们新北市很多的厂商，尤其半导体业者，因要安怎在经济产业上有办法深耕新北。好友宜参加中原普渡，在这片乖乖顶面写未欠电，呼吁中央卖大细心，爱更责任。不过，詹文生捌伫广播专访八回讲，桃园105MW资料中心无供电，是针对资料中心机房，毋是其他的研发中心、超级电脑等等的投资。强调台电未干涉到各管区招商的投资。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今仔日通过新一期的4年国家发展计划，除了设定经济成长率未来要达到平均3.6%，人均 GDP 也要突破美金40000，也过日本甲南韩。经济部分呢，也要发展5大新的产业，包括半导体新增加3达2.6条，也那 AI 3达伫咧115年，也要超过1条以上。为了要达成这款的目标呢，国发会也下部会来合作。针对未来四年国家发展的目标，行政议会通过透过希望工程8大施政的重点，把台湾打造成创新驱动的国家，和全民共享经济成果的故事。国家会主委刘敬清表示，今年一个经济成长率是3.9%，创下最近10年来的新高。进口跟出口之间的
差异，包括我们在民间的投资跟政府的投资跟民间消费。我们今年的民间投资应该是会超过5兆，这是史上第二次超过5兆。往后去看几个大重大的投资，到明年还是一个很健康的数字。详细看，今年经济成长率除了定在上悬3.91%，为明年开始到117年，嘛要锁定在3.6%。那是人均 GDP 今年预测在33,610块美金，116年渴望突破40,000美金，一定会当超过日本跟韩国，所来要阁超过以色列。只是台湾一向以出口为主，咱国家的总体经济敢无法度达标，或者因此安尼看。如果我们设定一些我们可以掌控的目标，能达成当然是最好。但是你设的目标，这里面有太多变数是我们无法控制的，这个你没有办法达标，当然就可以推给全球经济不好。那是伫经济发展的部分，要发展五大新的产业，包含半导体新增加3.26条 ，AI 3要伫115年突破1条，为了避免产业发展无平均，国发会提出改方。扩大社会投资是放在第一项，然后创新经济才是放在第二项。如果我要做创新经济，我可能均衡要先顾及。未来在产业聚落当中，除了半导体之外呢，我觉得在 AI 的相关的产业链，台湾能不能有更大的突破的空间？专家认为，这届国家发展计划要更新加国际政经局势的变化，纳入未使控制的变数，同时拟定实施计划，才有法度提升得票率。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捷运公司之前为了要让红线高雄车头附近的通风剂看起来会较水，就用钢板围起来，变作是一粒球同款。说因为这款钢板的材质会反日头光，佮变较烧烫烫。暗时说因为这状态灯光伫咧即起，光线闪闪细细，有驾驶就反映讲安尼影响到因塞车。高雄捷运公司表示，公民众反映的问题，因拢会赶紧来解释。画面内底即个白铁啊，隐形的建筑，伫高雄车头的边啊，内底还伫施工。不过，当看到外口时，车水已经为白铁啊会反光的颜色变更加暗啊。反光的话，一定会啊，会眼睛打不开。高雄捷运公司之前为着要美化 R11，高雄车头的通风剂用白铁啊甲搭起来，想袂到日头若真猛的时阵，都会有反光甲温度真高的问题。高雄捷运公司是赶紧打磨啊来改善。不过最近，有民众看到暗时啊在做照明测试的时阵，会发出七彩的灯光。如果亮度很高的话，会有影响。有民众烦恼会影响交通的安全，因为这通风剂在九如二路甲博爱路的路口，车流量是真大。或者提醒，路口设置灯光的技术，都要考虑敢会影响后置等等的问题。会不会跟现有的这些号志灯跟路灯产生交互的影响？特别是天后比较不好的状况，下雨的时候，夜晚光线，那会不会整个用户人在行进的时候的一些判断上的一些风险？我想这个必须道路主管机关综合评估以后来确认。学者建议会当伫暗时啊，或者是落雨天的时阵，实际测试影响的情形。不过高雄捷运公司嘛讲，目前是咧测试尔。夜间灯光仅为日前阶段性测试，并非最终形态。高雄捷运公司强调讲，目前这灯光还在测试，还未定案。嘛讲，通风剂白铁外口打磨的工程，这礼拜就会完成。希望降低反光甲温度真高的问题，避免影响交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有一间讲会当看到海民宿，经风沙发建讲，这业者家专做是私人招待所，佮用内面的三温暖设备伫咧行大麻。遐那伫咧业者徛间呢，也抄到超过200包的独家皮包。讲到这个大麻到底是对倒位来的，目前还搁伫咧对查。警方接到线报，垦丁这间自称有目的海景的民宿，有可能挂羊头卖狗肉，转做私人招待所了后，唔也接受民众固定来住，嘛是向东部甲民宿当作是行大麻的犯罪场所。来，你上来看下，你冇问题，冇唔是恁的哦。在民宿房间发现一间改造的手枪，还佫有真侪枪支。三温暖设备区则是发现巷路当日打扫巷子，以及毒品大麻叶。民宿业者驳回所有指控，不过原告是承认。改造手枪一把，改造冲锋枪一把及子弹50颗等证物，且在民宿三温暖通炉上查获正在干燥的第二级毒品大麻。警方另外嘛，伫咧民宿业者的徛家，查到真侪包的毒品、咖啡包等等的混合毒品。根据了解，民宿伫咧2022年了后，就无搁再对外来卖房间，是转做私人招待所，嘛无营业的执照。涉案人员嘛，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等的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记者王刘婷、陈庆坤报道。
带观众朋友来看看这新闻，讲到厄瓜多传出黑道利用公务消防车在运送毒品，包括涉案的警察在内已经抓到23个人。另外，在纽西兰有一间慈善机构，伊本和大家往来腾，竟然检出俗称冰毒的甲基安非他命，上部有400人受到这款的毒糖啊，目前有3人送病院治疗。画面内底这包装黄色的糖啊，看落是真好食。不过在纽西兰有一个囡仔佮一个青少年，食落水配出来。另外一个大人食落感觉身体无爽快，这3个人拢去用送病院。相关单位测试了后，发现这个糖啊竟然内底有毒品。Forensic testing has been carried out with one of the lollies, and you heard earlier today that some other testing by other agencies has been carried out also or already, with the confirmation that it is methamphetamine.化验的单位表示，这有问题的糖啊，一粒内底都有3公克人工冰毒的毒品，也就是甲基安非他命，是一般食毒的人使用剂量的300倍。这种毒品若是食了过多，会致使胸腔痛、心肝头皮破菜、尿频发作、精神错乱，甚至是不知人。3公克的量食了到底是无命，而且让人更加惊吓的是，这款往来口味的糖啊，竟然是纽西兰一间慈善机构透过食物银行发给民众的食品。It was a highly appropriate thing for our staff to believe that this was a safe lolly because it was in a sealed, contained package and that the lollies were then individually wrapped and it was branded by a relatively well-known brand and producer of lollies in our country. 慈善机构对这个四角菜的熟悉是感觉真实的，而且也说这个糖是一个没签名的人事官的。差不多有400个人收到这款的糖啊，目前已经知影有8个家庭受害，警方嘛正积极想要把这批有毒品的糖啊抓回来。现在伫个南美毒品问题真严重的厄瓜多，警方伫个西南海岸的杜兰奇发现黑社会竟然利用公务的消防车来载毒品，包括消防和交通部门拢有涉及官商勾结，目前已经有23个嫌犯被抓起来。Es que durante la investigación se pudo determinar que varios miembros funcionarios del cuerpo de bomberos de Durán serían parte de esta organización criminal quienes eran los encargados de trasladar armas de fuego, sustancias catalogadas a fiscalización en vehículos institucionales. Estamos hablando de camionetas, tanqueros y ambulancias. 警方表示，杜兰因为离厄瓜多主要的港口城市瓜亚基尔真近，已经变作是毒品运送和转手的据点。毒品帮派渗透入去消防单位。上个月有2个消防员去被杀害，也阁发生有2个消防人员攻击警察去被抓起来。目前检警正全力咧加强当地扫毒的行动。公司新闻，张惠敏朋友。讲到美国的总统大选，因是伫咧11月7日要投票，民主党候选人胡锦丽8月7日才甲这总统大选的党打打落来赢。即马这上届新的民调就显示，胡锦丽伫7个摇摆州的支持率会当讲是含川无分关格。民主党人士即马就开始伫咧烦恼，讲到时阵川若阵搁再选输，真有可能会含顶一届大选同款唔承认选输的结果。穿蓝色西米托结红色领带，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就是出席北卡罗来纳州的造势集会，官方要公布经济政策，所以讲到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的时阵，搁一摆批评民主党换人参选，搁攻击贺锦丽的笑声请下位。No, her laugh is career threatening. They said don't laugh. She hasn't laughed. She doesn't laugh anymore. It's smart, but someday it's going to come out. That's the laugh of a person with some big problems. Trump 过去2个礼拜一直对贺锦丽做人身攻击，活动内朋友、关键支持者甲顾问建议 Trump 转去关心贺锦丽任期的失败政策。Trump 则是批评贺锦丽放任通膨恶化，佮好真侪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伊嘛承诺，伫疫情前的一半当内，美国的人员佮电力成本会当减一半，好美国的民众佮一摆负担下去。伊嘛强调，伫进行伊执政的时阵，受到各国领袖尊重，暂时算非常接近第3届世界大战。We were respected before. Putin respected us. President Xi of China respected us. Kim Jong-un of North Korea respected us. We were respected by everybody in the world. Today we're being laughed at.刚一讲，川普的副手范斯在密西根州的集会是质疑贺锦丽甲各国领导人交流的能力。贺锦丽8月7日直接替无要连任的拜登参选，原本甲川普在7个关键摇摆州的支持率互相有领先。也毋过，无党派网站库克政治报告的详细民调显示，贺锦丽在7个摇摆州的支持率，除了内华达州已经在6州取得淡薄领先。
民主党人士指出，若是川普最后败选，有可能会甲顶一届大选同款，无形成选举结果，卖积极贺锦丽加入民主党候选人的合法性。因为川普一直主张甲副总统变作总统候选人，是违反宪法，会进行法律诉讼。国际新闻台是董冰玉。唔知道观众朋友伫咧暗头啊五点的时阵，刚好这地震惊一跳咧。讲到这宜兰关近海十分钟内发生三届地震，这暗头啊五点零六分的时阵发生规模五点七的地震。这地震中心是伫咧宜兰外海，深度干那九公里尔。空七分的时阵，搁再发生规模四点五的地震。尾九十六分的时阵，又搁有规模四点三的地震，包括着宜兰关、花莲关、台北市、新北市四个县市，拢有受到国家级的警报。气象署地震情报中心就表示，这届地震不是四月初三花莲地震的地震波。监视器录到地震发生的时阵，是先调一个，然后开始海。十五秒啊，五点六分，宜兰发生规模五点七的地震。地震中心在宜兰管府南南东方的近海，地震的深度干了九公里，是极浅层的地震。一刹那是真的突然晃了一下，吓了一跳啊！还好是我们员工都在，有扶着一些东西，还好没有掉下来。大海来了，这个规模五点七的地震，上大震度在宜兰埔塔甲南澳，拢达到五级。花莲、新北甲桃园震度嘛拢有四级，台北市七到三级。不过因为地形是盆地，地震波进入盆地了后，有震动效应，海感觉是真明显。地震情报中心讲，这个地震跟四月初三花莲地震无关系。这个地震，跟0403这个花莲地震的一个相关联，根据我们的判断，因为它已经在这个花莲0403的一个比较北边的位置，所以我们判断是一个另外一起新的地震。因为地震的原因，地震情报中心讲是板块小块所致，通过地震中心二十公里的范围。自1973年以来，发生过14届规模5.5以上的地震。地质专家讲，当地关地就是较常发生地震的所在。即马发生5.7的地震，并不是真罕见。它的频率大概全台湾地震频率最高的区域，大概就在这一块，就是刚好是菲律宾板块跟欧亚板块的碰撞或是隐没的时候的交界处。刚才这届地震无造成人员的伤亡。地震发生了后，在苏花公路南澳到东澳这段有石头落下来进行，公路局已经启动巡查。也若代替公司东部干线的列车，第一时间是放慢来驶，嘛则标准流程做路线的巡查。暗时啊，经过宜兰火车头的列车，大部分拢有慢分的进行。记者综合报道。巴黎奥运魔性金牌女将林旭婷第七名选手，今仔日参加新北市政府所举办的感恩大会，感谢这些选手因的拍拼甲付出。伫会后，佫再参加签名会，支持吸引真侪支持者来到现场排队，互因签名。另外，这土地银行今仔日也表扬连续两届奥运，拢甲人摕到男子双打金牌王哲林，而且颁发100万的奖金。我们自己家乡的这个家长哦，加巴黎奥运魔性谷金牌女将林旭婷，伫白沙洲店馆签名，新北市长侯友宜变作陪将，爱教练詹祖强嘛做会签，侯友宜阁赠送特制的加油巾啊，感谢选手的付出。在这趟旅程遇上更好的自己。包括林旭婷顶七个国手，十五参加新北市政府举办的感恩大会，因为国际奥会甲国际群众感情拍歹，各界伫关心林旭婷未来是毋是也会当参加后一届奥运。旭婷是讲台湾已经加入新的国际组织世界棍球协会，会持续争取比赛积分。未来也会有更积极的去参与他们的一些赛事。那希望说，当然就是一切都是往好的方面去发展，这样。希望自己可以成为日本跟台湾的桥梁，向强国日本吸收到更好的选手阁参加签名会，吸引真侪民众到场排队签名。住伫家人女性民众8点就来排啊，伊排第一个，阁特别准备手指和林秀婷甲挂起。东西可以让我看一下吗？一个戒指，谢谢我们一个戒指。你请谁帮你带？谢谢林玉婷。台湾土地银行同时间是表扬完成奥运男双金牌2连霸的羽球国手王哲林，颁发100万的奖金。哲林嘛，趁机会替队友争取更好的训练条件。希望说有一个新的场馆、新的宿舍，甚至人员的扩编，让我们的选手能更
安心、更安稳接受更好的训练，然后培养更多的世界冠军、奥运金牌。因为李勇要退役，王哲林要跟少年选手柯尚杰做新组合，希望未来合作争取好成绩。总统赖清德十六号接见奥运英雄，举行英雄 party， 再佫进行台湾英雄大游行。台北市政府嘛，刷落举办流行 party， 为英雄来赞声。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今日公布300亿中央扩大租金补贴专案计划，执行的成果统计到目前为止已经补助500,000户，也宣布本地要做4年专案会延长到2026年，明年开始呢要补助到750,000户，申请会愈来愈简单。只是讲看有食无的问题是民间团体上界烦恼的，因为呼吁政府爱有配套才是。在寸土寸金的台北市，不少厝买不起的学生囡仔，也是上班族，拢会伫咧外口睡厝，按过真贵的租金，予人强要挡袂牢。为了减轻全台湾睡厝的人的负担，行政院会15定案通过300亿中央扩大租金补贴的专案计划。在这个户数的一个部分呢，我们就建议再扩大到750,000户，这样透过这个年龄的一个下修，还有。已经现在已经做到了，这个民众呢随到随办，都让民众觉得非常的方便，就不用有太多的负担。就关于租房子嘛，会申请啊，可是需要花时间而已。会有新办的专案补贴的计划，是因为申请的件数超过810,000户，核定件数超过520,000户，达成500,000户的目标，未来会扩大到750,000户。其中六都申请的状况占全国的80%，台中市申请占20%，排全台湾的冠军。申请的年纪是18至39岁，超过60%。若是已经成年的中华民国国民，有在台湾涉及厝内生活无自用自贴，以及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为3倍，尊讲 A 民众住伫台北市，嘛无其他的家庭成员，年收入是55万，家庭成员平均每人每个月的收入，换算落来就是45,833块，台北市最低生活费的3倍，安尼就是57,039块，这个民众对当申请租金补贴。房客也都知道，如果你没事前跟房东沟通，而贸然去申请的话，明年5月房东收到税单的时候，恐怕就会秋后算账，大概就会被房东加租或者是赶出去。民间团体认为，政府的租金补贴政策可望减轻租厝的人经济压力。虽然厝卡申请无需要经过厝主的许可，但阁要安怎避免政策看会到却申请未到，恐惊也需要其他的配套做法。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这税处的问题，内政部今日头一届公布大学学区的租金统计，希望加强学区税处的租金透明化，以全台湾86个主要大专院校的行政区做单位，提供这租金统计数据。其中台北大学租金有到20,000，是全台湾上较悬的。不过学生是认为讲这学区附近的厝是真恶吹，希望政府继续改善这税处的市场，让租金有机会更加降。9月份，国境大学小连续开学，未少学生有睡厝的需求。不过，学区内底睡厝是真抢手，一般租金是无俗。以台北市文化大学做例，学校会协助学生靠近睡厝的环境。嘛有热心的学生会伫网络顶分享伊拄到的情形，提醒大家都要注意，避免去打到睡厝的陷阱。有人专门去整理出来，这附近这一区好像还有整理到山下有哪些地方可能会有二房东，教官也会特别去巡查，就是是否。配备完全，像是一些安全措施跟逃生路线，以及合约的方面。唔难学生自救，内政部15号嘛头一届公布大学学区租金的统计，以全台湾86个主要有大专院校的行政区为单位，提供租金四分位数统计数据。其中台北大学、有可能大学、德明科大、甲国立台湾戏剧学院，租金75分位数都有到20,000，是全台湾上贵的。区间的方式也是希望说。让大家知道说，在这个区块里面，好，这个地区的最低的行情可能是这样，最高的行情或许是这样子，不会说啊，这个是人家随便任人宰杀啦。相关的资讯公布在内政部地政司网站租金条例专区，希望会当协助学生甲家长在校外选厝的时阵选择合理介绍的参考。会参考，但是会不会实际去依这个当依据是？没有很确定，这样觉得是环境跟价格一起考虑，可能会在山下找租房子还是什么的啊，因为毕竟学生肯定会去偏向于便宜那一方面。
官方公布这些资讯，学生是真认同，会当让租金豆豆透明化，伫细厝进前买当有一个参考。不过实际上伫学区细厝，现在拄着需求侪过供应的情形，就算是较贵或者是条件较歹，嘛着爱租。希望政府会当继续来改善细厝的市场，让细厝的租金有机会阁降低。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树呢，最近有民众把规地玻璃，这大地玻璃都贴贴入去粪扫车内面，这玻璃是熊熊崩破，玻璃油啊喷个满四界。环保局也呼吁民众，这玻璃是爱回收的，袂当当粪扫车，违规上当会当罚到6000元。暗时等粪扫的时间，一位穿红衫的查某人手提一大地玻璃，按算等到粪扫车。玻璃接触到压缩机，又被弹到内底，当场砰一声，对民众的手头劈开，一声就脆鼓鼓。唔拿伊弹玻璃，另外一个查甫人是真细腻，甲清洁人员敲来敲去，才把玻璃扛入去。队员其实他们当下没有去做一个阻止，这样的状况其实是不适当的。那我们后续的话，会依照我们清洁队的工作规则来做一个处理。民众弹玻璃伫新北市树拿，其实按照规定。依照玻璃材质无同，处理有偏差。不过，搁再安怎讲，一大块玻璃拢袂当直接交予粪扫车处理。当地环保局坦白讲，清洁人员无主动，电脑搁协助收温，行为有疏失，会按照相关的规定处理。港玻来加强教育训练，有大型的玻璃，把它敲碎啊，然后包起来可以资源回收。如果是遇到大片的，我会把它放在那个就是一个地方，然后打电话给封锁的人，然后请他来处理。拄到玻璃要回收，民众的做法有偏差。新北环保局表示，干那强化玻璃，爱卡好嘴，包好细，才会当等粪扫车。其他材质的玻璃，拢爱回收。那是体积上大，搁爱联络专车来回收。那常见的话，其实又带有危险性的，其实我们最常要宣导的就是像打火机、行动电源这些东西。那如果他执意要交付呢，或者直接就是把它丢进我们垃圾车里面的话，我们可以依照废弃物清理法来做一个告发处分。除了玻璃处理，大家不袂清楚，行动电源赖打，毛人带唔到去，引起着火事故。提醒民众，只要唔听口供，学袂听。上当罚6000元。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猎户线癌是全台湾十大癌症死亡原因排第五的，传统的挂猎户线肿瘤手术做了后，患者真有可能会有腺瘤的问题。即马高雄重建利用新的无啊法手术，会当降低开刀了后爱情瘤组的风险，也袂去影响到这手术的效果。因按算伫要伫个泌尿科年会发表一个成果。But I do miss my testosterone. You know, yeah, I know. Yeah, as a man. Yeah. 开刀的病人回来病院后，尿科医师详细问诊。这位63岁对美国来的杜哥是屏东的海化巡逻员。伊去年因为高桥棒桥未顺来病院做检查，才发现是高风险的局部侵犯性尿壶腺癌，造成伊伫咧生活甲做工课困扰。伊接受上新的无阿法尿壶腺切除手术了后，伊讲即马生活甲做工课拢恢复正常。我尿尿的时候很痛，我不容易尿尿。我做的开刀的时候，现在我的生活 OK， 我可以工作。还有治疗。王宏仁副教授指出，因为民众食食的习惯改变，这几年得尿壶腺癌的男性年会有降低的趋势。病人会因为放尿未顺，或者是高尿等等的症头来给医生看。不过传统的手术了后，有50%的病人会因为漏尿需要长期穿尿珠啊。新的无阿法手术就会当解决这种困扰。无阿法就是把咱尿壶腺周围禁尿的这个括约肌的边啊的这肌肉。好，即个韧带，好，甲保存起来。那传统的方法呢，禁尿的即个周围的即个组织吼，拢有可能会伤到。高雄中坑病院分析，这一档来接受新型手术70位病人内底，超过一半开刀了后，尿就发到禁尿条，半冬了后成功未搁再漏尿、渗尿的比率就超过90%。医生进一步表示，早期局限性尿壶腺癌切除治疗是有机会好利率的，少年的查甫人嘛，就爱斟酌。记者邱昭勇高雄报道。
即月开始，针对七岁以下的囡仔，为福部提供600的自动发展体检服务。天好提早来发现讲需要早疗的囡仔，新北市即马是利用线顶系统，和家长天好伫咧厝内面观察囡仔，写检核表，也会甲这结果传到卫生所，和医生评估，安排需要的医疗服务。用平板电脑就会当写自动发展检核表。七月开始，卫福部提供七岁以下儿童600的儿童发展体检。过去发展体检的表单要伫门诊才通写。新北市建立智慧卫生所的服务，和家长通伫厝内，那观察囡仔踮厝的状况，那写，评估也会当较准确。那很多东西其实它只有在卫生所这个当下，他也许没有办法想到或观察到。那他现在他手机上面就可以有，所以他在家里呢就可以随时做一个记录。医师事前就可以知道孩子应该要注意些什么，所以可以加速我们看诊的速度。家长线顶完成表单，卫生所就随收到结果，会当即时评估囡仔的状况，决定医疗计划。那有异常需要进一步检查，会当转到附近的土城病院建立快速通道，随安排各科医师、自动复健师等等，提早准备需要的医疗门诊。如果需要做进一步的这些诊断或治疗，那对，他会通知我们土城医院的这些窗口。那窗口就会马上给他安排，他有这些需要进一步的去做评估，就会有儿童神经科那先做评估，然后再做联合的评估，跟复健科一起，还有心智科一起做进来的评估。新北市卫生局讲，利用线顶系统发展出这款智慧卫生所服务，会赶紧撒到新北市29个行政区。除了自动发展体检服务，这套系统也会当用在一般的民众，也是时代顶顶，甲磅体重、尿血压这些数据传到系统内底，加速看诊的速度，民众也会节省时间。记者郭林玉凯新北报道。有一对对台南来的翁阿婆连续十年，那家己买材料，那款到那做班头，帮助弱势团体。这两天，因来到新竹，除了教这客龄中心的学员做班头以外，也透过机会在短短时间内卖出超过10,000粒的班头，这些钱也拢要全部捐予弱势族群。拍开火车后道，内面拢是在做班头的材料，掺鸡丝头啊。台南这对翁婆平常时啊，在款到的时，拢困伫车顶，因讲这是因五星级的饭店。华记讲五星级，嘛代表台记有升钱的意思。五星级的时候，唔免开钱的啦，唔是真正的五星级哦。但是对我们来讲，真的就像五星级的货车旅馆，因为我觉得就一个小小的窝，然后我觉得很棒。自台南来的这对翁仔某，全台湾走透透，连续十冬环岛做爱心，家己出钱出力。做馒头帮助弱势，得令挂到金门平湖白旗街，非常的支持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两天之内呢，就订了1100多袋的馒头。第一档到第九档，拢总做有1100多张啊。啊，那几工算了啊，一档那365天，我有3.5档，足足1000几工拢伫外口。因翁仔某最近来到新竹，除了教客龄中心的囡仔做馒头，佮透过爱心义卖，卖出超过10,000粒的馒头，佮赚来的钱全部捐予弱势团体，完成这个愿望啊！10,000的馒头，咱佮今仔完成啊，来送出去啊！大家食了讲足好食，纯手工的有人情味的馒头。因翁仔某讲，未来继续捐倒，佮这份爱心掺希望，继续分享予大家。透过实际行动来帮助社会上需要斗三工的人。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有一位日本建筑师出版一本《彰化1906》的册，是在讲彰化市这市区的都市变化。去年彰化有一间老字号的独立册店，主动甲出版社对接了后呢，和这本册是搁再版。即马册店也特别邀请作者来办讲座，和民众对这街区改正来看这彰化变化甲发展。1763年起作为固定古迹彰化关清观路边的壁面，会当看到下条的牛。这是日本统治时期这片市区改正，为着拓宽车路，加部分的庙拆掉的结果。有一位日本建筑师后裔阿基希多，2013年出版一本《彰化1906》，来讲市区改正对彰化市的影响。日本が植民地として統治していた時の台湾の時代にですね、彰化という都市が
もともとあった都市の形が植民地の市区改正の計画によって、まあ、切り開かれてそれに対してこう反応して生き続けるという。敖义先生的研究是为清朝日本时代一直到现代记录三个阶段彰化市街区的变化。过去这本册已经绝版，彰化都有老字号的独立书店主动跟出版社直接再版。差不多2016年、2017年迄个时阵就绝版，足侪迄文史工作者因都互相借册借来借去，嘛有人会来问讲啊，恁有这本册无？啊，所以讲无，阮来看有法度安尼。就一挂人安尼，大家做伙来再办。较早诶，人咧行诶旧路，也是较早诶旧街啊，伫慢慢日本时代诶改变，搁甲国民政府诶改变，其实即本诶敖义先生诶册内底拢有做完整诶小概安尼。过去咱尽管是咧行诶路，经过所在，除了有经过市区改建，嘛受到大自然诶影响。敖义先生嘛研究旧落水溪附近诶砖头，即阵透过讲座，甲民众分享东乐街、宝岛街、田中街是安怎因为自然灾害、工程政策出现变化，嘛会当看出人类顺应环境改变入命精神。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为了要保存这阿里山的历史甲文化，文史工作者黄东宏先生收集台湾对之前时期到达80年来历史的行脚图，用3年的时间完成《复返阿里山》这本册，是国内头一本阿里山森林铁路沿线航空影像的专门册。而且伫个调查过程当中，搁再发现到日本时代消失真久的阿里山森林铁路的哪来线。对天顶拍下来的相片，这是1943年太平洋战争的时留下来的阿里山航脚图。为着要研究阿里山林业铁路百年的历史变化，文史工作者黄东宏先生利用台湾对地震时期到达80栋的历史航脚图，完成《复返阿里山》这本册。内面除了阿里山铁路、山林、溪流的变化，佮有汉林遭作地震后迁徙的过程。阿里山林体文资处表示，这本册记录真济无虾米人知影的代志。一个跨80年的俯视的视角，历史航照就是一个视觉的艺术，所以它等于把阿里山文化从生态、林业、铁道，还有聚落人文跟艺术文化全部诠释的淋漓尽致。作者黄东宏讲，即摆调查当中，伊上大的收成是伊甲鹿谷山考古调查队经过4届调查，发现到日本时代汉林草丘的祭典甲古迹，嘛，予因找到消失真久的铁路顶内线。过去阿里山诶开发森林的时阵，有真侪条的林内线，啊，即款林内线伊查错了后，以后伊的铁轨。甲伊个工作小屋拢会刷去别位，啊，阮利用航空电影的关系，1950年代的相片伊会使记录到讲过去30年代一切的纹理。阿里山林体文资处表示，《复返阿里山》这本册是一本较复杂、嘛较有深度的册，彰显阿里山铁路的变化，嘛是一本阿里山森林铁路沿线航空影像专门的册。有二战的时美军航照图，佮有战后咱空军佮林务局的航空摄影档案等等，会当完成是真无简单，嘛是靠侪侪单位的斗三工。记者郑阿选、曾俊佑台北报道。来看嘉义市的田永里有一位学生利用嘉义市社会设计行动计划，整理社区的产业和商品文化基地，举办一场社区的文化展览。希望透过这展览呢，唔呐增加到这少年辈甲时代合作，也让更加侪人知影在地时代伫文化甲技术方面，因的价值也够贡献。纪录片涉及到嘉义人啊艺术的历史，边啊够有在地产业的记录。家己是朝阳里来举办一场叫我老牌的乡民文化成果展，希望好民众会当知影家己是南门遮附近的文化甲产业。从里遮是属于古南门城车门外口一个小聚落，啊，因为这小聚落内底有足侪足侪工艺历史，用影片的方式，啊，用文章的方式，啊，甲伊用另外一种方式记录来。较老辈拢来咧参观啊，啊，拢会来佫讲一寡啊，佫较历史，搁较起哩。进前的人是安怎拍拼，安怎做来？哦，你还有一个延续性就对了。安尼，人家袂讲有这嘛有这文化断层呐。
徛伫较早旧城门边仔的小路，看到导游工厂的招牌、拍照蒙牌的材料。七点零表示，这历史资料，伊唔呐透过社区的打杂拢有找出来，佮专工去记录，目前愈来愈少看得到的机器。这是属于传统行业。啊，我感觉讲吼，因为即卖人拢是走医美较济啦，啊无一寡人拢较不爱学。啊，这个物件绝对唔通忽视团结。啊，有法度甲这个古路佮这个在地风情融合出来，安尼真好啊。七点零表示，希望透过展览，除了让更较侪人会当来认识这个所在以外，嘛借着这个乡民文化展的机会，增加甲社区长辈的互动，让长辈较早少年拍拼的故事甲功夫，会当用无同的方式继续来保存。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最近天气一变化，明仔再去上南做回来详细看。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2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分林对26度到31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3度。平湖金门妈祖对26度到37度，一个未来三天气象。节目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在暗时7点，咱再相会。